是踢毽子，欢迎来到踢毽子挑战。我这里呢有5个毽子，要将它们分别踢入3个不同的框内才算挑战成功。啊，就可以得到2张5行牌。来吧，那表现一下呗。嘿，好，明这前面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充分的。嗯，嘿，你看我鞋子，哎，鞋子比较大。哎，浩明哥，要不要？ 这不用，准备的相当充分，你看就有备而来。哎，这也不是，没什么用。哎呀，就剩2个机会了啊！哎呀，二哥要不要吃一把？ 哎，还有机会啊！哎呀，还有玩吗？玩。最后一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再来。我不去了，就真的。 要不再踢个毽子？你可以啊，我们挑战成功了，我们跳箱子去了。来来来，对你毽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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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踢毽子吗？好，我再踢一个。来了来了，回来了回来了。哎，我觉得刚才我已经是极限了，我感觉，但是我们的小新觉得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。你刚刚跳的是左边，我记得，左左右左，然后本来应该是右的，我跳的左。哥，跟随你的脚步。 哎，说不定他会摆出一模一样的，就故意说换，其实没有换，说不定还是左左右左。思路清不清晰？绝对是右。思路清不清晰？左，下一个右。思路清不清晰 ？Give me five。 这个就我帮不到你了，因为这个我也没经历过，就得看你自己了。 我感觉是右，你可以不听我的，哥，前面5步都听你的了，我第6步能不听你的吗？能不听你的吗？哎，怪我！哎呀，那我们挑战一下，去别的去吧，去别的。你们要挑战的任务呢是模仿古代的衙役敲击沙威棒。 使沙威棒的计步数达到180步，只有2个沙威棒，所以你们要商量一下哪2位来挑战。给你2位，你歇会儿吧。哎，你还去升堂？你是那个县官的那个旁边那个，你是旁边的那个叫什么？就是代言人，这叫什么？算侧面的。哎，好，这边3、2、1开始。3、2、1。王栎鑫偷吃小炒肉，泛泛一案。 升堂，开始。还有30秒。 3、2、1，结束。好，好，苏大人威武。78，不可能。
这边是170。啊！我跟你说，因为你敲太轻了。这个不是次数吗？达标是多少？达标是120。啊！那你这样吧，120达标，两个就240。他170了，他78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加起来248。对呀、啊，还多八个。只有一个人挑战120才是可以的。还有你可以挑战，那我没石头呀，我有啊，你赶紧呢，你看看，咱们现在三个人就是一起，好，计时开始，春风吹又生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哦，第二题，哇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哦，你有点意思哦，再答对一个又过关了，茅台一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是。你看，茅台一桌，喜欢吃。提示一下，往那个方向走，我是在给你们指路。那么这句诗的意思是？第一个字是梦。不是。要不要换一个吧？抓紧时间，因为两个了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刚那个？牧童遥指杏花村，很难，这太难了，这个对。来下一题。FL， 这感觉也可以换了吧？描写瀑布的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飞流直下3000尺。答对了。哦，谢谢您，我们拿了，哎，太好了。